千万分。谢谢谢谢。张老师，张老师，咱不比了。嗯，他们3200万，咱是现在是3600万。超了，对，咱走了。哎，别别别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这是一帮财迷，这是啊，比赛还得再比啊！希望你们最后分数能够高得出奇才好，好吗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来，进入我们第三个回合，斗。第三轮比拼，斗。那么第三个回合呢？说学逗唱的斗。众所周知，说相声必须要斗，你要不斗就没意思。俩人站着对口的晚报，观众也不满意。那么斗呢？不能太专业的要求各位，讲个小笑话就好，好吗？双方呢分别派出两名队员来，队长出来也可以，队员也可以，反正是两位。嗯，讲一个笑话，我以及现场的观众们，只要一笑了，咱们就算成功，好不好？好。谁先来？我们这组派我们的大帅哥亮亮。哦，对，贾乃亮。对，我笑话讲得特别差，到前面来。你这是碰见坏人了吗？老，你太淘气了，你少来这套。我讲笑话特别次。哎呀，不见得。从前呢，有一个肉包子。看他们笑的都不行了。跟他的女朋友谈恋爱，两个人特别的相恋。突然间有一天，他女朋友跑了，不见了。这肉包子特别的伤心，他决定不远千里去寻找他的爱情。他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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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饥寒交迫，他特别的饿。然后就把自己吃了。太好玩了！郭老师，你别憋着，你想笑就笑吧，郭老师。然后呢？没了。底下观众笑了。哎呀，太好笑了这个。